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最敬礼，敬礼。礼毕，请坐下，主席致辞。市府图市长以及我们各局处主管，那么本会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那么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出席本会105年第五及第六次临时会。那么召开本次临时会主要的目的，乃系为了审议本市105年总预算第四次追加减预算案，那么以及一案地方自治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那么以及一案地方自治条例的制定案。除此之外，我们也将进行鱼市场以及果菜市场的市政建设的这个考察，那么同时也将进行市政的讨论。那么在市府预算送审的部分，那么我在此报告一下啊。那么包括税入税出各追加了5070万5000元，那么追加后的税入预算数为112亿8947万7000元，税出的预算数为119亿772万5000元。那么本次追加减预算主要为了执行上级的补助经费，那么办理包括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的示范计划、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实施计划，以及社区大学105年度的奖励经费及流域综合治理计划、雨水下水道的工程等。那么追加减的科目和计划书呢，等相关的预算资料已经分送给各位议员同仁，那么请各位同仁先行参阅。如果有不够详细或者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我们可以请预算的提出单位来补充资料。另外在鱼市场及果菜市场的这个市政建设的考察，那么希望各位同仁能够踊跃的参加，踊跃的出席，那么我们让这两个市场的这个问题能够真正的凸显出来，那么也能够得到改善，希望各位能够提供宝贵的意见，那么来给予市府做参考。那么同时呢，我们会计年度即将结束，也希望市府如果这一次的追加减预算案成型的话，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时间内让整个预算能够顺利的执行，让预算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谢谢大家，祝大家公务顺利，谢谢。李晨，预备会议主席报告。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预备会议。本会第九届105年第五及第六次临时会系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第三项第一款即本会议事规则第六条第三项第一款的规定办理，经市长之请求而召开。那么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系经程序委员会105年第七次会议审定，自民国105年10月19日起至10月28日止，会期10天，在本会的议事厅召开讨论事项。现在进行讨论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请议事组宣读议事日程表。
10月19日议员报到开幕典礼预备会议第一部会，10月20日小组活动，10月21日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四次最佳减预算，10月22、23日例假日，10月24日上午市政建设考察与果菜市场，下午小组活动，10月25日上午市政讨论，下午小组活动，10月26日小组活动，10月27日依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二收集及整理议事资料，10月28日专案小组报告讨论议案临时动议闭幕典礼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议事日程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哎，主席。好，来陈信之议员请发言。主席啊，还有市长啊，咱企会主管哈，因为一定我是感觉安尼啦哈，因为我感觉企户的这个问题哈。还是还蛮多的啦齁。啊，咱星期四是要小组活动，是不是星期四咱还要改做市政讨论，然后我们下午才小组活动，啊，看各位议员的意见怎样。好，那陈信之议员建议我们把10月20号星期四的这个议程上午是市政讨论，下午小组活动，请问各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那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是不是照陈信之议员的建议，我们做修订通过，好不好？好。好，谢谢。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预备会议到此结束，继续进行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告开会。好，各位同仁，现在出席议员已经达到法定人数，那么开始进行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有两点，那么第一点，本次会议的议程是第一读会。第二点，依据嘉义市政府105年10月17日来函，有关本次临时会的这个议程期间呢，企划处及行政处的主管出席情形，那么现在请议事组宣读函文。嘉义市政府105年10月17日虎明行致第105120-7-21号函，主旨有关贵会第九届105年第五六次临时会议程期间，本府企划处及行政处主管出席情形详如说明。说明贵会第九届105年第五六次临时会临时会议程期间，企划处由代理处长陈宝东出席，行政处由副处长陈冠颖代理出席。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本案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本案存查。读会宣读议案。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各类议案的第一读会程序，请各位同仁翻阅市府提案编号甲一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一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按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四次追加减预算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甲一号案有没有意见？有。好，来那个王美惠议员先好吗？好。主席，请问一个主管每天休假休息，打开炸，同时打开要炸。主席，我认为啊，这个医生啊。爱退到等你啦，因为我感觉讲哦，伫十月初七的时开会的时，副市长伫咱二楼的开会，佮讲爱甲所有要开要用的，一说明拢爱予咱知影。到目前为止，拄啊上伫这个桌顶9:26，这个资料是本社长的啊。6:30伫服务处接到的，难道咱的效率真正遮歹吗？这个医生是伫顶个月，佮伫程序委员会佮退倒转去啊呢？退倒转去了后，是恁市政府要求佮要开要做加预算呢？这安尼敢对？哈，议员所有来恁讲的是当作马里同好是无？主席。我干嘛爱再倒腾你？好，主席，好，陈信之议员，请发言。主席哈，那个
我即马伫遮吼，真正爱甲语重心长啦吼。我感觉讲市长，你的团队已经出了问题，唔是甲螺丝加无安，是规个螺丝掉甲规个满厝间啊啦。10月7号，离这个议会，阮闭幕了，恁讲好要开一个座谈，跟议员大家来沟通你这些追加减预算。在东流里遐，我嘛一直甲你要求讲，如果恁家那迄个细木要赶快送给议员，结果咧，昨又阁是阮沈主任阁敲电话互恁，安尼吹三次，安尼堆三堆四，才伫昨下晡，我是昨下晡等于阮家摕到的啦。但是有阁阮的议员阁怎啊袂摕到？我唔知影讲哦，恁即摆市政府是当作议员咧讲话，拢是咧放屁呀！一个尊重都无，你若感觉讲你的预算足重要诶，为什么大家拢爱变安尼呢？议员咧甲你讲诶，拢无咧听，甚至建议诶，恁对一个有咧甲阮听落。我若看到恁这个细毛，我真正看电话，高个也要举起来。迄钱恁争出来，是真正足无简单诶。那你们为什么不要用在？真正有效的信息，不是你消化医生。你甲看恁所有内底，恁内底细目，对一条是真正对咱家己是有效的，拢是咧消化医生尔。什么咧翻转啊？什么翻转要设计？背头啊，到尾三十几啊，到尾我唔知讲恁是咧写啥？当市场。要安怎让恁改善水沟？你这是要改善哦，北路也是，中正路也是，迄、那个南仔街也是，沿路街。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啦！到底恁到底对恁的对恁的业务到底是不是有重视啊？无重视啦！啊，是恁拢把这议员当作讲拢无存在？所以我感觉讲吼。市长，去请假哈！我干嘛讲真的啦？大家对你的期待很大，家己市对恁家己市政府的期待嘛足大。我希望讲你们不要这个样子。所以他的议员咧讲话要跟退动的，唔是无原因的啦。我刚才在跟主计讲啊，我讲啊，如果那医生甲恁删，恁有法度阁等一条无？现在医生啊，真正甲恁删，恁有法度等一条无？啊，我唔知干嘛恁吼，我觉得吼，我无意见啦吼，看大家议员意见啦，我们这个是合议制啦吼，议员啦，讲规个要给恁提等，我嘛无意见啦。好，来副大委议员请发言。市长啊，不，主席哈，市长啊，议事主管哈，各位议员同仁哈，各位媒体朋友啊，还是三声，还是我记得哈，我们议会三声五令哈，一直跟市政府在强调，以后议会开会开议期间哈，需要任何资料在3天前送到议员手上哈，让大家可以有机会看一下这次讨论的议题，然后在议会的时候来大家公开的来讨论，然后来为市政府来做把关，然后为市民来争取福利哈。但是今天早上当议事组拿议程给我的时候，真的我第一个时间我说怎么到现在才拿到？要开会了，我连看都来不及看，看都来不及看，你要我讨论什么？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市政府这边这么不尊重议会的权责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暂时就不要审这笔预，暂时就不要审，等到大家有充分的时间看完所有的预算书之后，我们再来审。好，来蔡文勋议员请发言。主席，其实迄天第二楼的这个协调会内底的公文事项应该是有予咱啦。我是建议讲吼，那卡输讲。这个明细讲了无清楚的部分，我想拜五咧审的时阵，当然会当严格审查。哦，啊那讲真正有需要，我看我那有几啊行啊，讲中央的补助，你年底那无叮当，你人就收回去啊。哦，一寡基础的物件，啊，我是建议讲逐条审查啦。哦，啊，同款已经拄只啊，即、这个讲。
主席吼嘛、已经有即个讲对议程的部分，大家拢做一个即、這个探讨啊。我是希望讲，我来继续甲排落，啊，若无你就变做即十外天就变无效益啊。所以我是建议讲继续审，吼、啊，当然会当从严审查，吼、若感觉讲浪费无效的，我想每一个议员拢会当基于家己的职责，啊，充分的发言，吼、啊，以上。好，王明辉议员请发言。主席，代表朋友发言。伊个我来厘清迄间吼个问题，副市长，我先来请教者，迄间规划安怎讲来？副市长，好，来请副市长来发来回答。议长跟王岩那一天是说那个我们临时会啊、议会这边是同意来啊、这个。那附带什么条件？附带条件就是各局次要把那个细目啊这个。整个上好每一个机关啊，清楚信息，对对对，对嘛哈，有这样的。副市长，安尼我甲你安尼对讲的时，我根本无法弄你哦，事实是安尼哦。对，讲到。难道是记者会开了个讲哦，阴谋论啊是安怎讲好啊？事实有这个代志嘛哈？来，副市长你请坐。主客处处长，我请教者，伫这几天的时阵。你敢有人讲哦，这个事务爱予阮每一个议员无？来，处长你背开回答者。请房副长来回答。谢议长，谢王议员哈、哦。上次等于说我们在二楼的时候哈、哦，我们有会诊说相关预算的说明资料嘛、啊。那时候决议就是说要开临时会去处理最佳预算啊。如果说各单位有需要补送资料的话，再补送给各议员啦、啊、哈、哦。还行不行？啊，上好每一个议员。啊，我第一拜哦，我伫市会提这个案情，我都伫市会要各个单位的话，要把明细资料送给议员，然后去说明啦、啊。你伫顶礼拜市会议有人，因每一个讲，我爱说明哦，议员听。对，啊，上礼拜五哦，我们用主计处的名义有没有正式发文哈、哦，给各单位说要正式发文。对。哦，他记得。这个市政府到底是安怎来？你请坐，市长，我来你请教一下，像他拄仔所有厘清啦吼，市长，咱蔡英文讲，谦卑爱搁谦卑啦，沟通爱搁沟通啦，市长，无干脆搁像吼，吴明如安尼，拢唔免信嘛，互你去开，互你去用，主动生效，安尼好不好？来，市长，你回答一下。来，请副市长来答复。谢谢议长啊，王议员哦。议会审这个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天经地义，这本来就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这个送得太慢，让大家来不及看这一点，我在这里先道歉。一定、哎、不是送得太慢，伫这一次大家决定了个爱送啊，结果今仔要开会的时阵，才送伫大家桌顶。几个啊议员，甲昨下暗六七点的时阵，甲伫服务处要等因的资料。结果伫顶礼拜的时阵，后卡电话互恁市长室，讲赶紧爱资料送互每一个。变变民进党的，我今仔要来你退回去，我敢袂艰苦吗？因个恁做甲实在，互我无法度去讲啥物啊，市长。你爱详细去了解看问题出伫呾，那听主计处个讲是每一个处长拢无爱插你讲话呢，包括伊发文，伊嘛无爱来听呢。市长，敢有需要呢？啊是中央也咱个做啊，甲地方嘛咱个，佮毋免插插遮个议员要创啊？啊，是毋是安尼啦？当然不是，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要按照这个规定及早送。这中间有一些意见，所以在这修改哈，也到我的市长室讨论了两三次，我知道。那这个最后哈，这个速度可能就有点慢哈。我也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Line Group 上，我有跟着那个黄处长，他有在这里提醒，我又再度提醒，所以这一点哈，太慢的话，我在这里抱歉。几点？安怎提这個？安怎提这個？这是事实。今仔日九点二十六分，才看伫桌顶的啦。这是重要，是每一个议员的。恁今仔日
那这医生最重要的，这个、我相信这十月初一的时阵，副市长讲了的时阵，您应该要做这预算的人，爱赶紧去处理，赶紧去用。我的意思不是你来来阮关说呢，我不是叫恁来来阮讲呢，我是最主要要爱这个资料，看恁开什么钱安尼尔，有这么难吗？对，这中间因为修改哈，所以可能有慢之了，再度表示抱歉哈。现在主要啊，其实因为这个严重了啦，是效率有没有有要改进的地方？哦，这真正做下面啊，这若讲出来，真正做下面啊啦。主席，是，我主张对对等你。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吴尚明议员发言，好，因为刚刚有打内线给我啊。然后长，然后那你准备先讲，来，吴尚明议员请发言。主席，这么突然这个假迄条案啦吼，我是感觉讲，阮这议员咧讲实在是蛮有理啦吼，伊讲今仔资料下早都送来了吼，啊，我是咧感觉讲，当然这是富而败花的。有爱监督的所在啦吼，迄天咱的协调会有讲我咧提啥上吼，而且我刚刚这经过程序委员会，然后到一托案，啊，这咱到是不是到人性的时阵，咱来实处上海心查啦吼，实处上海心查，因为这我拢全部拢补助款啦吼，拢补助款，我是希望讲咱这当前的到人性的心实处上来心查，或许。有需要而不需要，那做些定度。当然，伊种咧讲讲，今日资料我看到，我是讲，这个资料无介多啦吼，大家看一下吼，详细应该是真清楚啦吼。啊，我是希望讲，起舞我爱认真思考，对这议员你安怎尊重啦？吼，这是投资要一点嘛吼。啊，我是希望讲，这一托案今日先我过，吼，到人性的时阵，咱来。严格实质上的审查，以上。好，谢谢。那么继续请蔡荣峰议员发言。市长，因为今仔阮所讲的吼，阮王议员所讲，加阮陈议员所讲吼，真正事实咧讲，咱协调的是协调，真正拢讲三公钱啦。啊，有可能吼，恁想讲阮拜五较要信命嘛？啊，今仔拜二嘛，今仔拜三、拜四、拜五，哦，卖安误会阮的意思啦哈。我是讲要开议的进程三公程啦，董事长，当然哦，这有可能你无了解啦，你讲你无参加啦，啊，我希望哦，你嘛家己承认讲，真正咱市政府螺丝拢拧硬啦，哦，甚至这小代志尔，因为这资料吼、哦，绝对你，从迄天咱协调会吼、哦，绝对迄时阵这资料就拢有啊啦，啊，谁也唔上完的，后尾补充的嘛，伊讲好，如果也无够。你若要补充资料，要开议进程三工程，恁提来给阮国议员，真正拢下早才收到尔。我头拄仔来签名才收到尔嘛，对无？我希望讲吼，针对咱市长吼，你讲螺丝拧吼，你得安那去啊重整啦，这足重要的啦。啊，无你搁做甲那偌认真哦，你也看，就无效啊。哦，啊，当然是这吼，我是希望讲吼，因为咱这是拢补助款啦吼，啊，咱入来。咱赶快，咱也受理起来。咱第一读会，咱赶快拢好完成。过来，要安那删除吼，大家较用心看，该爱删的就爱删，该要改还要改吼。啊，但是卖也退倒转去吼，我是主张安尼啦。好，谢谢蔡荣峰议员的发言。好，廖天龙议员请发言。当然是有一寡缺失的吼，当然改进。啊，但是我看讲，因为这拢中央报道看嘛，啊，有些是有级别，讲你若甲退倒去。有的可能未付啊啦，吼、哦！啊，起码像我那个信，该其实那信落吼，那无应该开，咱咪使删除的，无一定爱过呢。所以我咪建议讲哦，好几摆，啊，你要大家才认真来审查以上。好，谢谢。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好了，黄秋泽议员请发言。来个赞哈。因为这个今天的改革案啊，这前摆临时会本来哦，特别要提出来，尾啊，丁书记员来，甲提上个认定讲，伊十一月定期会，
甲咧办地加减袂使，因为市政府认定讲有一部分内底可能有时间较紧迫，可能行较袂有，所以佫要求要提出哦临时会，佫来审查这啦。所以当然这是五千几万，这拢是中央补助款吼。啊，以前地加减预算的资料应该是前几工有送出来，是伊的明细吼，明细是为了今日为了查明啦吼。当然这。你若要按你的预算审查的顺序，当然你资料哪清楚哪好啦。资料你若无清楚的时候，那审预算万一被错杀误杀，那也不是好的事情。哦，所以我是安尼啦，感觉讲，阮这同事提出这个意见吼、哦，要退回，这大家我是甲主席建议一下，今麦要早休困十分钟啊、哦，大家小可沟通下，阮同事有两种意见啦。哦，当然，现在中央补助款啊，过来无时间啊，退回，无时间去审嘛，已经无时间去审嘛，所以这嘛算起来算话严重。哦，我啊主席建议者，休困十分钟，大家比我沟通者啦，含市政府啊，咱同事之间吼、哦，啊无这落下的时吼，后日啊，搁咧审的时嘛，出足大个问题啦，哦。卖休困啊！好，那就讲讲下就好啊。好了，我们讲讲啊。安尼，我是感觉讲吼，安尼拜五吼，你信的信吼，大家较认真嘞。啊，补无够的吼，诶，明细资料要紧送过来啦。啊，拜五大家较认真信买就好了。啊，卖甲提啦，好不好？好，谢谢。继续请王美惠议员发言。主席，我们用第三遍来发言。我有史以来做遐侪议员吼，一届唔好发言两遍嘞。我这届第三遍呢，市长，我伫一礼拜前啊，有叫阮的助理打电话去恁的市长室啊，讲恁的资料拢还未送予议员，爱赶紧啦。我来好意啦，结果恁嘛无去听啦。啊，因为今仔日我所讲的，就是叫恁爱真正爱去改善，爱去做啦。啊，我是感觉讲哦，人家人。咱议会，恁市政府甲阮议会拢同款嘛，是一个尊重尔啦，吼、哦。甲恁若无尊重阮，阮嘛唔能够尊重恁啦。该甲拄啊所有的议员，我也感觉讲，大家拢有大家的想法啦。但过本身是感觉讲哦，今仔是安怎讲，偏偏市长你民进党的，我王美惠也民进党的，是安怎我？会来你退这个，真正足生气的，足生气啦，市长，你唔通安尼啦！真正我讲实在，我本身我家己艰苦，我拼来议会要来你退这条呢，所以我尊重咱所有的议员所讲的。咁我感觉讲哦，恁就是拢想讲这有时间的啦，所以拢会靠说讲哦。那阮议员都唔敢把恁提回去啦，有时间性啦，所以吼、哦，恁吃议员哦，吃够够啦，以上。好，谢谢王美惠议员。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想每个议员所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那么也表述了各自的看法跟意见。我们也希望市府能够加强我们的整个行政效率，毕竟每一分预算都攸关到地方的建设发展，攸关到我们市民的权益，所以我们希望在预算的这个部分，乃至于其他的议案的部分，希望各位能够为了全民的利益能够重视议会，也重视议员同仁的意见。好，各位同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本案完成一读，交付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继续进行甲二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二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为修正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场地使用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提请审议。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二号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本案完成一读，交付第四审查委员会来审查，继续进行甲三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三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为制定嘉义市办理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三号案有没有意见？来，主席。好，来陈信之议员请发言。主席哈，
因为我感觉假山咱阿人吼，我希诶要来请教咱消防局吼。诶，局长，我请教你吼，我位头甲你看吼，但是我感觉我一点不懂，就是说你即摆过来安尼，就讲一千人以上，阮都爱报备嘛。三千人，恁都爱开这个叫做规个跨级市的这个会议。啊，恁即摆是毋是有分室内，还是室外，还是空旷的所在，还是拢总是？依照安尼，一千个，阮都爱甲恁报；三千个，就是恁来安怎？来，你是不是当眼解释？好，请消防局长来说明。哎，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那么这个我就直接针对陈议员所问的问题哈，我们对一千人到三千人，还有三千人以上，一个是申请制，一个是报备制，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定了条例的禁止。一千人是报备嘛，但是三千人以上就是要、哎、要跨级市说为才有被告的单位拢。对活动的场地哈、哦、没有限制，没有限制。那么对于它的灾害的预防安全，以及紧急应变安全，以及人员的活动保护安全，那么这些都要做规范。那你是说，今嘛咧你讲是固定诶，还是行进式的时阵，你嘛是爱注意？那若行进式的时候超过三千个的时阵，我那爱报爱恁爱恁心扎鬼吗？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们看的是体育活动，这个体育活动属教育处，那么教育处要做被申请的单位。如果今天是文化活动，那么文化活动就是受申请的单位。如果今天是民俗活动，那么民政处是受申请单位，然后会邀请各个审查单位来。跨越建筑安全，或者是活动的动态安全、路线安全，还有有关紧急应变安全、救护车的紧急抢救的路线安全。对，现在这个自治条例是跟恁消防局定嘛，但是你有个讲，如果哪讲以后有啥物，还是要他们各级各处，就是都去定因的要点。那有其他人家需要的，这应该有个定啊吗？没有再定要点，因为这个要点是根据我们行政院版的之后，目前其他我们台湾各县市都已经进入法规过程，或者是像彰化县已经条例已经通过了。那么我们只是一个都是各县市。我现在改一千改工，因为过来文化局，他年底又有一个采接，又有一个定点表演。那这种绝对是超过三千个，是，对不？那这么行进呢？得讲采建是行进式诶。陈议员，其他议员的反应说，是不是我们进入实质审查的时候再来详细的来检讨的做说明？谢谢。好，今天只是先一读。是的，这里议长是。有时啊吼，咱这天数的问题吼，咱来你之前哦，你要裁定啦，因为咱前面吼第二大会、第三大会还来讨论这条文啦，而且咱第一大会是要修理尔啦。哦，受理这个议案，啊，第二大会要来讨论这个法条啦。好，我希望咱主席台慢浪费时间。好的，好，那也请我们各位同仁，我们谨记啊。好，谢谢。那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三号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本案完成一读，交付第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好，各位同仁，本次临时会议员提案会有受理人民请愿案，那么交付各有关审查委员会来审查，请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无异议通过。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陈庆之议员，主席哈、哦，我李家被搞咱各级处各讲一下哈、哦，议员的建议还是议员在议会所讲的，我希望你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答复。是因为我在议会有说过关于学校的问题，我希望说政风处还是你教育处一定要给我一个很正确的答复，你们到底现在要怎么做，不能这样子敷衍，我们这样子都不对的，你们调查了到底是怎样，爱我一个答复，我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在最近给我一个答复。好，我们希望市府各局处针对议员的建议呢来予以来遵行，请问各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没有的话，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散会。